就是丁產上那場就2200蚊一條路程贏的。那場馬贏起上來都輕鬆的，他不是說太過吃力的那場馬。好啦，咪見到咧，騎手咧就上咗台，準備搖紅旗。一搖紅旗咧，就 bling bling 入閘噶啦，冇諗住18匹可以慢慢嚟啊，唔會噶。日本馬入閘啊，自己行埋去嘅，犀利到。好啦，日本嘅女王杯，咁啊，今年我哋第一次現場直播噶呢場賽事就係。嗱，火星花嘅位置同埋魔族之鳥嘅位置咧，都係著咗六甲噶。咁啊，火星花21倍獨贏，4.7倍嘅位置，位置著六甲啦。魔族之鳥咧，7.9倍嘅獨贏，咁啊2倍嘅位置，呢兩匹馬都係有啲飛落嘅。好快入曬咁滯噶咯喎，好似爭佢啫喎。好啦，強擊，好啦，2017年嘅日本女王杯強擊都入埋噶咯喎啊！仲有一匹實博無涯最入閘噶啦。好啦，實博無涯亦入埋啦。2017年嘅日本女王杯馬匹入曬閘，隨時起步啊！準備好啦，咁一呢步嘅時候咧，出得都算幾齊嘅。咁前面快少少嗰係埋欄嗰邊啊，火星花啊帶頭噶。內檔嘅後知奇蹟都想騎出嚟嘅，外檔埋緊佢就自大光城啦，大外檔就強擊啊。然之後中間魔族資料霸住好位先啊，出邊埋緊嚟灰馬醒目層次啦。然之後埋欄嗰邊咧仲有東瀛稱霸，咁中間咧仲有電工使者咁樣嘅。咁啊後一陣嘅馬啦，先見到咪騎飛外檔要慢慢揾位埋嚟㗎。喺個內側暫時咧，仲有咧就嗰啲浮世之風啦，咁啊暫時墮得比較後嘅咧就實博無涯嗰堆咧就慢慢外檔都埋緊嚟㗎啦。好啦，轉第一個彎嘅時候。前面帶頭咧，睇翻前面啦，睇係咪火星花帶咗頭先啊？出閘就快嘅，不過唔係喎，依家後知奇蹟仲快過佢啊！帶出嚟先，咁啊火星花就跟住佢啦，咁啊伏咗第三位嘅咧，睇嚟咧係只自大光城嚟嘅，然之後就強擊啊，個零馬位走內檔嘅魔族資料啦，拍到上嚟啊醒目層次，後啲堆位置實博無涯都涉前咗啲啊，內檔咧就仲有啲東瀛稱霸，然之後就電工使者啦，後啲堆位置我當係紫夜白光啦，個內側啊撥咗呢只皇后寶戒嚟嘅，再個零馬位之後就密奇飛拍住啲雍容白河啊！咁然之後嘅馬咧，先至再見到咧，就係咧就姜未烈走啦，就喺外檔嘅位置一望下咧，但係就第8、9位到啦。咁再跟住嘅馬咧，先見到咧就後啲噶啦，就係呢啲真摯演說啊，就仲喺外檔嘅位置嚟嘅。咁然之後啦，先至係喺外檔咧，亦都慢慢走上去嘅咧，就係呢個樂天之名啊。咁暫時殿後檔咧比較遠啲，都仲係迪亞卓啊，咁同埋咧就浮世之風嚟嘅。好啦，咁仲有800米途程到嘅啫，咁前面帶緊頭呢個時候咧，仍然都係啲後知奇蹟嘅，放得幾順下噶。火星花跟住佢啊，伏住第三位就自大光城啦，鐵欄第四仲係魔族資料，走出外檔咧就實博無涯，強擊都上咗啲噶啦，咁再跟住咧就喺內檔嗰啲咧，仲有東瀛稱霸、密奇飛外檔嘅等位上啦，再後啲位置咧，雍容白河同迪亞卓都好定嘅，暫時都仲未喐噶，差唔多去到最後500米嘅範圍嘅時候啦，前面帶緊頭仲係後知奇蹟嘅，咁啲火星花想抽出嚟過佢咯，外檔啊自大光城啦，咁啊內檔啲魔族資料到半來要等位，睇下有冇位撬出嚟噶啦，再跟住咧先至喺外檔上緊嚟嘅咧就實博無涯嚟嘅，入到最後直路嘅時候，前面率先出頭真係火星花和田龍又嚟咯，後邊追緊佢嘅馬咧。仲有咧就呢只嘅系自大光城啊，中間上緊嚟就魔族資料啦，大外檔冚上嚟就未騎飛嘅，仲有100米嘅時候，前面火星花仲未斷啊，魔族資料仲未搞到佢掂啊，外檔冚緊上嚟嘅馬咧，而家係咪騎飛？但係前面咧魔族資料一路冚上嚟，大外檔出埋上嚟未騎飛，好近啊！嗰張第一名啊，未騎飛啊，一圍呢只魔族資料啦，第三名真係和田龍二啊，火星花都捱到啊，好刺激啊呢場馬！呢場刺激啊，拉屎！不過魔族資料似乎好似到先啊，似乎佢到先未騎飛就爭啲，但係應該一二名係佢哋嘅機會大啲啦。但第三名哇，好精彩啊！和田龍二今日火星花發揮得，佢跟守住嗰個第二位都跟得好好，全馬好韌啊！你翻到嚟見佢，嗱，我哋再睇一次。其實都花好多功夫追到最後100啦，呢度已經係。咁當然啦，杜滿來又犀利嘅。但奇飛追唔追到咧？有冇機會？睇下依一步啊，依一步好關鍵。我睇就追裏邊嗰只就到㗎啦，應該就。追裏邊就到，但追出邊即係中間贏啦。中間贏應該係中間贏。嗱，睇依度再清楚啲。追到上嚟㗎啦，不過哎呀，火星花第二添啊，仲要。應該係5、4、10。係啊。15。奇飛第三，第四咧就自大光城啊。哇！嗰隻強擊好似喺後面佢比較跟速啲，佢加唔到速啊！佢已經醒目噶啦，跟咗上嚟。其實一路沿途佢都係同只魔族資料差唔多位嘅啫。但今日個場地都真係喎，似乎喺你前面走順咗，你唔好咁易搞。收到風嗰邊話：哇！擺喺前面走好似幾好啊！再加埋和田龍二，即係望落條跑道都幾乾快啊！一再提佢啊，都幾硬啊！真係火星花頂到第二。結果就5、4、10啊！十名都係冷門嚟嘅，自大光城啊！啲自大光城都全程喺嗰啲第三位佈住噶啦，都係恭喜杜滿來啦！
所以留得太厚的馬都幾難追啊！係啊，頭先講嘅迪亞卓嗰啲啊，哇，太厚啊！你咁定啊？不過迪亞卓就問題就係不嬲都要咁樣跑嘅。咁而魔族之鳥咧，上一次都幾明顯啊，前面快過頭，出頭早咗啊。咁結果咧，秋華想跑最好就即係。我自己就真係爭取咗第二名嗰只嘅，嚇！雍容白鴻我冇嘅，雍容白鴻我都冇，五四十十五啊！嗱，當地而家打出呢個第二就換咗和田龍二上嚟，個第二就和田龍二犀利啊！今日都跑過第二啊！嗰只火星花今日收封信啊！我哋越洋整轉播嗰啲密奇都幾慘喎，係啊，下下都係好接近啲二三啊！密奇倒又係咁，唉，密奇飛睇個勢好勁啊！係啊，睇個勢以為有第二，但係。過唔到只五噶啦，我睇佢就啊點知原來入邊嗰只佢都過唔到。不過我都相信呢只五呢場要搞掂噶啦。你話去到有馬幾年，我覺得你難好多噶，到時會呢場要搞掂。好啦，恭喜阿杜滿來啦！又一場一級賽咯喎！我哋第一次轉播呢一場啊，女王杯啊，日本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杯。咁啊，三歲馬就搞掂喎，魔族之鳥啊！唔係呢場都幾明顯嘅，年長係得只咪騎飛好啲啫嘛，其他麻麻地嘅。其實就因為我就貪佢喺橡樹都跑得好啊！你始終個路程根據佢又即係喺三歲馬嚟講，佢會多啲。而且上一場都幾明顯嘅，發力早過頭啊！上一場跟急咗，出咗頭先翻嚟冇啫嘛。咁但係你話嗰場其實佢都算係即係咁嘅情況跑得好好啊！個第三好啦，杜滿來啊，爭啲俾嗰隻火星花偷到啊！追佢幾辛苦啊！真係個地快啊！睇係啊。咁相反，好似迪亞卓又失望啲。佢因為頭追啊嘛，太被動啊佢。我就係咦，我見到六字牌佢咁定嘅，尾二都仲未騎，追唔到嘅咯喎。如果你話計即係賽績，咁當然即係迪亞卓係好似好嗰只火星花，但係今日嘅形勢火星花佢就正啦。和田龍二果然係犀利啊！今日加上佢過往嘅賽績俾你睇到，真係放頭。係。好啦，咁啊，依個時間我哋睇翻 S 1第一場啊，日本女王杯啊嘅作實派彩啦，跑你一名五號嘅魔族之鳥啊，對人派$71，位置派$17；跑你二名四號嘅火星花，位置派$35.5；跑第三名十號嘅蜜奇飛，位置派$26；跑第四名十五號嘅自大光城，連贏位四搭五派$444，咁啊三重彩順序，五號、四號、十號派$6,878，單 T 就派$1,308，位置 Q 四搭五派$115.5，五搭十派$81.5，四搭十咧就派$206.5。好啦，咁啊，四連環咧就派$29,859啊。四重彩咧就派$370,906。